广州艺术博物馆啊，这个边上在公园在重新装修啊，它原来右边是个游乐园，然后现在重新装修之后，它这个地方就占了这个博物馆的地儿。原来就这边是没有东西是可以走上来的，现在是拦上了，然后它这边做了一个道。这回真成博物馆 UP 主了啊，连本地博物馆都来。这个博物馆的话是周二到周日9点到5点，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展览呢，就各段时间都差不多啊。基本上这个博物馆，这个差不多每年都会来个一次这样的，然后。其实它展的变化不太大啊，这个是很早以前的嘛，这个变化也不是特别大。那我们现在就进馆吧。这个进来了啊，它现在应该是开始做，正好开始做这个建党100周年。这边开始嘛？他说7月开展啊，可能不一定能布置完。远处这块屏幕之前是没看到的啊，这个应该是新的。因为它这个是个艺术博物馆啊，所以艺术馆，所以很多都是这个画作。
这张画叫《香港风光图》，是描述的20世纪50-60年代的。这个我好像拍错了，应该从这边上来看。
这幅画啊，它旁边有注解，是这个是临摹的张大千的《五牛图》。这个叫做月下奔马图啊。这个就是黄般若的展馆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啊，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这在外边专门介绍黄般若的这个，哦，这个名字我叫错了。他的名字叫做黄菠萝。他这个博物馆，我们正好，他这有一个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就从这个位置进来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应该在刚刚这个位置嘛，应该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是一圈儿。绕过来，然后上楼一圈，绕过来，再上楼，然后一圈绕过来，再上楼，这样的一个结构。所以说，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博物馆。这应该是建党100周年摆出来，新摆出来的。这个馆我也是第一次来啊，因为之前他这个馆好像是修缮维护了，没有开。
白跨，这个管反光也很严重。需要看细节的同学，你们自行暂停。我们都是拍的 4K，你放大的话是看得到细节的。这个冠山岳好像后续会有一个专门它的馆啊。这个雕塑我印象里很久以前就看到了。没记错，这是我洗手间。然后这个就是冠山岳啊。
这个画非常的长啊，观山月这里有很多非常长的画。然后呢，这个美术馆呢，艺术馆呢，如果这个画是仿品的话，它会注明是仿品啊，没注明的呢，大概率呢就是真迹啊。我从那边绕过来，那边剩一个展柜，一样的，绕过来一样的。再看，最后看一眼那个台子上。哦，这个负一层我从来都没去过，我不知道它有负一层。能看出这画的是哪儿吗？旁边的介绍里写这是景颇湖。继续前往下一个展馆。哦，对，我们刚才忘了那几个雕塑是吧？这四个没有拍到。哇！哎，窗外有两个 UP 主。UP 主飞了，
它这个展品的布局确实挪了一些位置啊，有些挪了位置。当然也有一些是我记不住了，不过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。这是每次我带不同的人来参观这儿啊，大家都会来凹这造型，无一例外。这是春夏秋冬啊，然后这又是一个，就是会来凹造型的一个位置。继续。这个美术馆是没开的啊，这个我就没，好像就没见他开过，一直都不开。我是。哦，这个也应该是个新的馆啊，我之前没见过。后厨又是一个广州本地的艺术家，这个东西怎么看？哦，这个应该是没有放展品啊，是这种架子。这跟这个欧出对不上啊，这也，这都秦代的了。哦，他是不是个考古学家呀？他是一个收藏家啊，刚才说错了，他是一个收藏家。所以这应该都是藏品。
这个广州这个博物馆呢，这个也没写它是做什么用的。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，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啊，因为至少应该写清楚那个东西的用途。因为这个现代人很多看不懂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，像刚才那个鼎是吧，就是装肉的一种容器。这个老人家捐赠的呀，这是，哦，这个写了，这个是明器啊。这个馆一看就是长期展馆啊，这种都是专门跟他做的，然后设计上就非常的清晰。就剩这个老人家了，不是拍得很清晰啊，应该就是这个老人家。哦，这一排啊，都是他老人家的画，我们还是跟着这个展柜走啊。这应该都是他收藏的这个文房用品啊，各种砚台、毛笔。哇，这有点特殊啊，毛绒笔。上面这个很粗，我们跟着这排柜子走啊，然后拍完那个画，最后看中间那个圈圈。各种砚台。他很喜欢画竹子啊，每一幅画都是竹子。哇，这是一个裁纸刀啊。
这两面合纵剪的刚好是我们刚才漏掉了。放在中间最重要的位置啊。其实我不太闹得清这些东西是，这些盆儿是用来放什么的啊？那是洗脸的，我觉得太高贵了，装菜的呢，这大盆儿。是吧？装酸菜、酸菜鱼，我觉得也挺合适的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那个文房类的。这些东西啊，现代工艺看来不是特别那个什么，但是你要想想这个东西，可能是几百年前人做出来的，就觉得特别的神奇，是充分的耐心和工艺啊，精湛的工艺。就是这个欧厨馆啊，我们前往下一个展馆。